聊天室表脑好棒。现在在影片开始前呢，大家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蔡。一转眼，我们已经来到了傣国嘴啊，然后我们来这边要来找我心心念念的火锅。为什么它这么奇特，一定要介绍，一定非得来呢？马上进去。中的 local， 然后它的餐点就很像台湾那种热炒店的感觉。我觉得台湾人来一定得吃一下不同的火锅。讲一下火锅，大家可能会想到，像九龙城那边也蛮多，可是那边价钱就是贵。那它的就是 CP 值高，然后东西又好，所以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现在选我们的汤底，我觉得我要选一个猪骨煲，有大骨头的，它这个是最贵的。然后它的那个生蚝也是超大颗的，因为我是吃过嘛，我是很想念。那其他没吃过的人再问问看他们的感受是怎么样。它有那个双拼的，然后有单拼，你们想要双拼还是单拼？我看大家都是点一锅呀， yeah. 感觉这边是不是都吃一锅才是标准？对，那我们是不是标准起来？我们点一个牛，然后点一个猪眼根，不知道什么。脆肉丸呢？脆肉丸大家试一下吧。我跟你说，我怕我们吃不完，所以我没有点鱼皮，但是我有点脆肉丸，然后还有那鸡睾丸、鸡子，还有那个响铃，就真的响铃那种，然后还有那种生蚝特大的那种，然后下去煮。我还点了桂花棒，它就是有点像一些贝类这样子，然后再来点了菜，我们青菜、皇帝菜。哦。所以呢，点了这些东西给大家吃。我们刚点完，它现在整个数位化，然后马上就会让你知道价钱。来，好，我猜1200，900，八七八百，正确答案是2856。冰加的啦，你先想想，等一下看到菜，你再觉得它值不值得，给大家卖个关子。你先看看里面的东西，莲藕、南瓜，怎么跟山一样？那个饭也是这样铺满出来的。然后你再看这个猪，来，这个是猪脚哎。对啊，你看这里面还有什么冬瓜？冬瓜。然后你看它还有小黄瓜。这个黄瓜有点粗哦。它的配是让它就是比较降火啦。有点粗鄙耶，我第一次在就是火锅里面看到冬瓜，粗的不好。然后大家说，这么高要怎么吃？等一下滚了之后熟了就会降下去了。从台湾来一定要吃的吗？完全跟台湾不一样啊！他现在猛将看啥？那番茄叫你追 ？OK 的 ，OK 的。那你在吃沙拉米西？不会。等一下那个番茄哦，全部融入那个汤里面，哇，不得了！不是，你先看一下这个生蚝。没事啊。你看我的手才这样子哎。大颗，而且我是点小盘的，我还有大盘的哦。我跟你说，已经可以放东一下。看起来好好吃哎！你拍的菜都好好吃呢。对，我员工一直对我有奇怪的非分之想。我是帮他谋福利呀、啊。来来，你给他看这个牛肉，多厚？这是牛小排的吧？对。他也不给你太少的东西哦，那个分量绝对是有的。你现在好像啾啾妹哦，这个喊叫起来了。那我店主哪怕啊发起来吗？你这边自己讲。我还是有脸皮。来，我先帮你煮一个。哦，有料。OK， 这就是这样熟就可以了。先吃，感觉。这样你吃。心心念念的味道哦。修给他留。My God， 超好吃啊！肉吃进去，直接化掉，真的嫩。汤的味道整个吸入在这个牛肉里面，你可以吃到冬瓜味道。点这个番茄再化一点，哇！你有想过吃过莲藕的味道在里面？它就淡淡的那种感觉，哇！有一种清爽的火锅，可是味道其实很重。响铃，我跟你讲，下去3秒钟。来，拿起来直接吃。哦，又来了哦！因为台湾吃的火锅店没有这么有层次，但这个是有一层一层你吃得到东西，
它不是就是整块烂烂的这样子。对啊。好了，谢谢。来来，香菱。台湾的它不会把那个汤汁全部都吸到里面，而且你才涮没几下，它里面满满的东西，是不是？怎样？火锅里面有什么？鸡脚。它这是完全煲汤的形式在煮火锅，胶原蛋白绝对给它100分，满满。学长，你看的肉怎么样？你看这个番茄已经开始哦，等一下整个番茄的那个味道，不是说很恶心那种番茄味哦，是完全就是那种淡淡的鲜甜清香。我知道你现在是谁了，你是中午的 Ruby， 对不对？好面熟哦。这是什么？桂花棒，桂花棒。你再看一下，超级大颗，好烫！对啊，你慢慢慢啊，它很鲜，很大颗，没有那个腥味，那个腥味是完全没有。好啊，大家开吃啊！他要吃那个脆肉丸，来。那个辣椒酱口感怎么样？口感怎么样？为什么摇起来是脆的啊？不可以吧？它是鱼啊，它就很奇怪。哦，好奇怪的口感。好吃，但好吃，好吃。怎么会喷啊？它没有刺，然后摇起来又清脆，然后肉又不会太老。但你哎，下面观众可以帮我留言一下，到底在台湾这是到底什么鱼啊？很像软骨。好好食啊，真的好食。本来我要带大家去拍那个香港烤肉 USA， 也跟台湾不一样。那因为我们就觉得说啊，太多东西要吃了，所以我就把它砍掉。今天的力气哦，本来要被我砍掉。不行，天好。好，现在大家说不行天啊，你们没吃到钱，是不是觉得也算了，没关系？对，因为中午就是你吃的很好，吃太饱，然后就觉得说，哎，那晚上真的还要吗？力气真的那么那个吗？但是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拍力气给大家看，让大家看到不同的火锅，这么 local 的地方。你旅游你不会知道啊，我虽然在你们眼中是跟神一样。My God， My Angel， My God， 这大骨烂成这样啊！我这个整个胶原蛋白，我整个是那个啊，光梅肉。来吃这家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骨髓，骨髓。介绍到这边了，那也是我们这一趟香港之旅的尾声了。如果大家觉得说，嘿，好想知道阿蔡知道哪些神奇的地方啊，哪些秘密餐厅啊，知道韩国、日本、欧洲各个地方，不管怎样的形式，在下面让我知道，然后介绍给大家哪里好玩，哪里好吃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们香港之旅，帮我按个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好不好？分享给所有朋友知道，这么好吃的火锅必定得吃。大家拜拜。2856，你们觉得还贵吗？来，你觉得怎样？你会不会来吃？我会，我还会带朋友来吃。我觉得值得，因为台北我是吃的市民大道那种刷刷锅，我一个人吃就要1500，一个人2000块。我会带我女朋友跟另外一个女朋友来吃。录下来哦。哎，不行，不行。